大鲁克说："以后我们就当村六子。"我也不知道村六子是什么，但是我感觉大鲁克说的都是对的。不要走了，对，我说的是对的。对吗？分钱粮是吧？那下面那块地你们有没有啊？没有吗？对。那一块地现在什么情况？情况嘛，租不出去，那也不要了，怎么办？租金给没给吗？哪里给？没有啊，几年都没给我租金了。几年没给租金？啊、哦，到真嘛？我想来包啊。可以啊。到时候我们来了过后，我们把什么东西搞好过后，是不是？嗯、那之前承包户跑来找我麻烦。不来。你承诺的没用，知道吧，阿姨？一亩多地，哎、嗯，但是也是有三年时间没有，两三年时间没给租金了。哎。基本上三年的没给你租金了，三年没给租金啊。其实我怎么说呢，怎么亏都不能亏老百姓，不能亏你们，你们没有错，是啊，老百姓没有错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下来怎么开展工作，好不好开展？好开展。还有你们支不支持我们过来？支持吧！你们应该可以打听一下。这边的100多亩，还有那边的100多亩，上面的几十亩，那这边就你们附近嘛，你们这个村，我都总共租了有超过200亩了吧？啊，对。每年的租金没欠过一分吧？没有。工人的工资我没欠过一分吧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好。不是我想是继续在这里来租，知道吧？可以。我姓卢。那就是俺们了。他们来。就是我。对。他们俩。哪一个姓卢的子？真的是嫂子。我弟弟。他们都是俺们。我们是两兄弟。我是大卢，然后有小卢，他们黄金白给那钱嘛？对，我们荒着，就是那个，比如说我们发展的某些东西没有小卢没有起来，就没做好，或者是投资失误了，一荒了。我想起来，想起来是我们的资金，他是哥哥，对，我是哥哥，还有小卢是弟弟。哎，然后我们的租金都是一分不差的，是给了当地的村民。就是人家在对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那地嘛，那地我说上面啊，对啊，上面他们没跟钱啊。我知道，现在我给了他们村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处理这个事情，处理好了我就过来，处理不好我就换地方了。你该种啥子东西？我就下一步试准种其他东西嘛，其他的经济作物那些都可以嘛。不是，其他关键就是到今年下半年种点那个油菜籽那些也可以啊。但是我们这边过来过后，我们只搬下来过后，我们这边需要人手的，你们如果说有空可以过来，可以帮你搬过来上班，上班，对，上班，然后。工资每天给你们结就行了嘛。那我们这里搞了那个小农场过后，我们下面做饭吃，你们平时你们这个老板娘干完农活，这头的可以。即便是没在我这里来干农活，干完农活过后，你们自己的农活干了过后，家里面如果说太忙了，没饭吃，到时候在我农场来免费吃饭。可以。我们就等村上的消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走了，就等消息嘛。到时候我们来了以后直接来啊，直接来吃饭啊，吃饭下次来吃。等我过来承包了过后，到时候我到你们每家每户来吃一顿饭。好，放心，那再见，拜拜。